晚上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好，市场的话依旧延续着之前的趋势，基本上啊，非美都有啊，就是形态上吧，啊，都是继续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啊。从基本面上其实来讲，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再解释的东西，啊，就是说。基本上很平静啊，包括土耳其的这个事情啊，它基本上也没有说特别啊，现在啊新的一个下跌或者是新的一个状况啊，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啊透露于市场。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两种市场的一种，现在的话就是两种看法啊，一种是。是否继续的上行？一种是，我所谓的就是美元啊，是否继续的走强？那还有就是说啊，什么时候出现相应的拐点？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啊，就是说我们准备去买入啊，比如说是澳币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交易品种也好，主要还是在于它的一个技术走势啊。技术走势就是说，当它从一个震荡的行情回到一个加速下行的行情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容易产生阶段性的一个反转的一个位置其实这个的话呢和确实和去年的这个黄金的高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去年黄金的几个高点呢，它都有一些明显的一些事件发生。比如说，像之前有几次黄金的高点比如说有，我们知道有这个，叙利亚的时候这个美国那个时候就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投放了一些炸弹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朝鲜的问题都有一些明确的事件发生，而目前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去买入澳币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件发生。但是明天早上的这个，澳洲的这个失业率是否能够改变一下市场的一些，目前的对澳币的一些看法这也有可能，因为比如说像纽币之前的那个下行它就是由于纽币或者是纽西兰的央行公开的去说。我们现在不具备加息的条件所以纽币有一个大跌。那么澳洲这个失业率呢会否发生一些变化？因为在上半年一直到现在澳洲的失业率呈现一个下行的一个状态现在到了5.4，而5.4刚好也是去年的澳洲的失业率的那个低点。现在会否跌穿5.4？如果不跌穿，那是否又会重新的回到一个上升的过程这个也是要看一下的总之来讲呢，现在基本面上确实是没有什么新的这个所谓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时间点如果有潜在的一些利好于美元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和我们知道，它和日本的这个经济谈判是在8月9号有一次会面，但是市场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消息没有消息不意味着可能他们没有谈可能还在谈的过程当中，包括和整个和北美地区的这个自贸协定虽然之前有消息说已经谈了。但是整体的话还是没有，目前来看，如果是说在这些事件上如果按照美方的意愿去进行的最后的谈判的这个结果，那么还应该是算是利好于美元的一个事情因为它等于是站在美国的这个贸易的角度来讲其他的国家对美国做出了让步，当然美国在整个的。经济问题上就容易什么？容易产生一些向好的一些态势。
那么现在值得注意的几个点啊，就是说反转点啊，反转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还要记着一点，就是说之前这个特朗普啊有提到啊，不希望美联储过快的加息。那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啊，有没有大家还有印象？快加息，你说一个月以前发生的一个事情。那么到下个月呢，是美联储的下一次议息会议，那中间正好现在是个时间点，刚好在中间的位置，就从现在开始到下个月的美联储加息，刚好就大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看一下特朗普有什么，会不会有什么突然的这种啊一些，因为在我的整个认知里边，我也想不出来啊，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手段啊可以。切实的干扰到现在的美元的强势的一个走势，能理解吧？就是说现在美元走强，它是本身符合市场的运行的。那特朗普的话呢，他作为美国总统，他说了不希望美元啊走强，或者不希望美联储进行加息。那么有人说这个可能是干扰到下个月的这个美联储这个可能。加息的可能性当然这是有的，但是这个的话呢，目前来讲它也改变不了目前现在市场的一个变化。就说现在市场想去运行，它要需要求变，这个变化就是特朗普手底下可能会有一些工具，但这些工具好像我起码来讲，我并不清楚它的下一部分的这个工具是什么啊，但是应该多少他手里会掌握着一定的这种。手段啊，所以这些的话啊，也可能会是啊所谓的这个啊美元的一个变盘的可能性啊，所以我还是希望可能在下一次啊如果美联储会议之前啊，假设我们在一些现在的货币的一个低点能够啊抓住一些好的一些位置进场啊，那这样的话到了啊下个月的这个美联储。会议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可以说啊，就是可能掌握一点主动啊。他选择澳币啊，有几个原因，我之前也忘记说了啊。选择澳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啊，虽然现在澳联储的这个啊，就是所谓的澳币和美元的利息啊出现了倒挂，但是如果从假设做多非美的这个角度来讲，那现在做多澳币的成本还是相应比较低的，大家理解吧？就是说你现在去买入澳币，你啊有些平台现在可能还会给你一点利息啊，有些平台可能会付一点利息，这样看平台的一个状况。但是总体来讲啊，买入澳币的啊，你所支付的隔夜费用啊，要远远低于其他的货币啊，就是你去买啊所谓的这个其他的货币啊，你还是要付。很高的，就不适合持有长单的一种概念。那而现在的话，你说你去做一些啊短线的交易，当然也可以，对吧？短线交易的话，那现在还是应该以做空非美为主啊。这一点我忘记说了啊。那天就是白天的时候，同学问我，我才想起来。其实之前是这么一个，也有这么一个考虑啊。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啊，就是说，随着啊澳美之间利差的啊，也许可能澳联储可能会有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内可能会产生加息的概念啊，如果有的话，那么当然它这个啊，我们可能会在买入澳币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像过去的从啊很早以前对吧，我买入澳币。我们会拿到很高的隔夜利息啊，大概能拿到啊，当时可以能到啊，年化的话能拿到4、5啊这样的一个年化。那么现在肯定是达不到，对吧？现在达不到。那么，但是我们也不会支付啊太高的隔夜费用。那这样的话，适合持有长单的一种一种概念吧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可以把这个。交易成本计算进去，就好像是今年我们去做空黄金一样。当然有人说今年我们不管做空黄金、做空啊其他货币也都可以拿到利息，对，是一个样子的。就说实际上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做空黄金，我们可以拿到隔夜利息啊，同时
啊，在点位上它要有空间，啊，到今天的啊，黄金走到最低点的话，按照今年高位已经跌了有1800点，对吧？已经1800点，啊，至少目前看的话，啊，它还是啊最大的一个下跌的品种，啊，那还是 OK 的，而且接下来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下行，啊，所以这个都是啊，之前啊补充一下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比如说你现在去做一些啊，利息比较高的品种，包括原油在内啊，原油我迟迟没有出手，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啊，就是说它如果不是进入到那种我很明确的那种啊加速上涨的阶段，那么它在这个底部总是在震荡的一种走势啊，你持有长单的话，你每天啊付到的这个隔夜费用还是蛮高的啊，像这种原油的品种啊，所以这个的话可能就不划算啊，短线的话呢可能啊，风险又比较的高啊，所以我也选择可能暂时的就是先规避掉，可能后面的话感觉真正开始有加速上涨的那种态势出现的时候，我们再进场，我觉得不也是很也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在底部的话，它万一要接着震荡啊，再震荡一个月，那你的成本啊就会拉得非常非常的高啊，这是啊从交易的角度来讲。那从啊美国的这个现在经济情况来讲啊，最近的话这几天美股这边啊有一些回落啊，而且今天在盘前吧啊盘前的话就说整个的话啊中国的这些概念股啊有下跌，特别是阿里啊下跌，其实阿里的下跌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带动整个啊美国的股市啊进行下行，因为它毕竟属于科技类板块，虽然它的啊上市的这个啊这个不在纳斯达克上市啊，它是在这个道指这边上市啊，所以那么它这个也会影响，间接也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啊。好，基本上说一下这个，哎，阿里是在纳斯达克啊，阿里应该是。希尔哈撒韦不在，对，应该是巴菲特那家公司不在。好吧，今天整个的话是这样啊，基本面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讲，那么就只能看一下技术走势。这个的话，实际上啊，市场也是很正常的，每过一段时间啊，市场会出现集中爆发的事情啊，然后呢，市场会开始出现一些波动的行情。那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趋势的运行行情。那么还是看一下澳币的走势啊。澳币的话呢，从我们昨天晚上解盘以后啊，那么它进行了一轮下冲的行情啊。这个我们昨天解盘的时候啊，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吧啊这个地方。解盘以后啊，今天到停盘的时候啊，是在7240附近啊，那么到今天天上走到了接近到72的位置，那么趋势上没有问题啊，还是在下行。那么走势上来讲啊，就是说它是一个运行的过程吧，它这个空间啊略微有点小，但是我是觉得起码目前它的走势来讲还是在下行趋势，没有出现反破的行情。而且从目前市场来讲，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反向的破位，对吧？也没有。那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晚间的话还是看如果它能够继续的下行也就是说它再下行的时候呢，它就已经要触及到前方的两个这个低位那么这个两个位置都是在0.7550附近这个位置。好，那我就说一下这个我的一个看法如果它反弹了进入到0.7250以后，那么当它下跌这一段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去进行买入的行情。就目前来讲，如果它现在是下跌的，而不是先反弹的，那么均线就会继续的跟随下来那么我觉得就什么时候跟到最后这个地方有一个下跌的行情需不需要加速？现在不知道它有加速会更好
没有加速下行，只要周期上能够满足，那我也会考虑进场。能明白吗？就是，比如像类似于这种啊，这种位置，它在末端它会有一个啊上涨的行情，能看到啊，如像类似于这两颗线形啊，就是一个 V 型结构啊，就是不是说从高位跌下，就这个地方能看到吗？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啊，如果是啊，是一个明显的 V 型结构在顶端啊。类似于这样啊，这是一个 V 型结构到顶部，看到吗？那么现在的话呢，同样啊，在这个澳币的底部啊，我觉得也会出现一个啊这样的行情啊，这样的行情走完以后，它也是一个底部的位置啊，适合进行买入啊并持有的位置啊，这就是澳币啊，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就耐心等了。啊，从上方杀跌啊，突破区间啊，延伸啊，然后压力逐渐的向下啊，然后趋势也向下。那么这一次抄底未必需要，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未必需要非要有追空的人啊，或者是追空的交易者，因为这种点可能也不需要说一定有交易，就它实际上是完整这个基的这个形态，只要到了这个地方没有人去买入，我觉得就已经是啊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进场位置啊，所以现在还是看周期啊，现在反而看周期了，看到没有？我之前是告诉大家不看周期，但是在下跌开始啊就去读取周期，而现在是15分钟，沿着15分钟向下去推啊，有看到？这个地方呢啊虽然有碰到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深拉回，如果是深拉回再下跌，我觉得就 OK 了。所以现在就耐心的等这个过程，好吧？如果相对的啊，如果是说在今天较晚一点时间啊触碰到这个位置，对吧？那么它刚好从这个地方下跌啊，延伸是一天的左右的时间，那一天左右的时间刚好也就是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啊，因为同学还有印象啊，当年这个英镑在拉升的时候，啊那一轮啊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就是在那天的晚上，啊美盘大概在10点钟，啊我说的是国内时间10点钟，澳洲可能这边是大概在12点左右吧，啊那个时间点出现了向下的那个末端行情，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在这一次也可能是这个时间点发生。能明白吗？啊，就是，这是澳币啊。那么看黄金的话呢，黄金今天啊，算是破了1200了吧？你要说昨天啊，在啊，有的同学说昨天啊，在咱们解盘的时候，大概还在19几，对吧？你还说不，还可以算不算正式1200块这个位置？那么到今天的话，它已经运行到了1180几的一个位置上啊，那么应该算是有破掉这个位置，可以大家这么看对吧？那么包括市场运行啊，我觉得啊，整个它的运行里边啊，也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下跌。昨天的晚上啊，我们也看到了，像同样一个时间点吧附近啊，它有向上的一个假的一个。啊，类似于向上的一个想去向上反弹，对吧？但是又被打压下来，啊，包括欧元啊，都是这样的啊。就昨天晚上啊，就是昨天我们解盘的时候啊，之前啊冲高然后下跌，现在已经接近到1.1308。那现在的话，市场的话呢，我觉得又有点太过于悲观了，就是像。啊，又开始大家，像我今天群里面说那句话，我说你任何的市场，就是你开始跌的时候啊，你就开始看它上行，就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啊，黄金在1350块附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说啊会涨到1400，有人说1400，有人说1500。
那个时候看谁看什么看，我好像比你看的更高，哎，我就比你厉害的感觉啊。那现在的话又变成了什么？变成现在非美下行啊，谁看的更低，感觉谁更牛？哎，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好，能理解吗？就是说你现在反而现在当市场整体上开始看好于美元啊，看弱于非美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是容易产生拐点啊，对，容易产生拐点啊。那么那个时候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不应该这么看啊，不应该这么去想问题了，应该试图再找一些一些位置。当然，黄金这一块的话，我一直强调一点，黄金的话，我把它定义为叫做超级，就是说趋势性行情比它大一级。就是一般来讲，趋势性行情呢，通常按照现在来讲，这个黄金运行了将近有2000点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但是有些时候某些时段会出现那种非常大的趋势性行情，它会超出这种。这种行情，它建立的是一种逻辑，理解吗？建立的是一种逻辑，像当年的这个澳币从一点接近到1.1啊，跌到1.68这一段，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趋势性行情。那它的逻辑是什么？就已经走完了，大家就都清楚，对吧？那这个它是实际上是这个逻辑造成的这个趋势性。那我之前给大家讲这个黄金，它也是这种逻辑，就是美元现在无论如何，就美元现在这个阶段它即使中间出现了短暂的问题，但是不改它现在的强势。就所谓短暂的问题是说可能会出现美元指数的回落，但是美元指数的回落。不意味着没有人去买入美元，而恰恰相反，每一次的美元指数的回落都是新的美元的买入的时机，而这些都会减弱黄金的购买，它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人说这个实物金开始有人在买，你要知道。虚拟货币它的日交易量是远远大于实物的买卖交易量的。现在，甚至于我们这个市场现在交易量，它交易的这种整体的规模，全世界的黄金、实物金加一起，可能都不到它的1%，能明白吗？就是，所以真正意义上控制市场价格的话，真的是我们这种。虚拟的，这种货币的，包括虚拟的这些，行情的走势，现在是为主，真正实物金影响其实是相对的，是比较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来讲我是觉得，欧元到1.13附近也就差不多了。下方可能也没受到空间，而上方短期内它也不会回去，所以呢，它后面很有可能又回到一个震荡的区间。也就是讲，这段欧元的下跌，你可以归咎为全球的这个非美货币整体性下行一段，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目前阶段美元。它自身就是它的基本面，接下来是强还是弱，没有变。昨天我给大家分析过，就接下来美元的回流的资金与它所减低的流动性，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是可以相互就是大部分会抵消掉那同样的。欧元也是如此，欧洲的这个欧元区也是一样，它的通胀率和它退出量宽的这个水平，也是几乎会相抵的，所以这段时间
啊，我认为欧元可能也未必就出方向，所以1.13到1.15啊这个区间，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恰恰是到了这里啊1.13，所以到接近它1.13的时候啊，如果在未来几天对吧，所有品种探底的时候，我去买入澳币，那么第一轮可能他们都会在反弹的行情。澳币市场也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就产生分化走出一些独立于市场的行情这是我想真正意义上下半年想做的下半年的行情实际上都是一种相对的，就是我要做的是一种独立性。比如说我再去买入澳币的时候，我依旧会做空黄金甚至于不排除在黄金底部运行横向调整2个月的时候。我手中还有澳币的多单，但是同时我会加仓做空黄金，这都是很正常的，这是独立运行的行情，就是未来的每个品种。好，那我说一下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核心逻辑是不一样的，核心逻辑是不一样的。有些就是各个国家它在过去的货币政策的转换，到现在的转换是完全不是一个节奏的，之所以说未来美日可能会日币会涨得很凶，就是因为它源于它一个比美元要长很多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它已经在底部漫长的一个调整周期，那么一旦它进入到一个上升期的时候，我说它自身的因素进入到上升期的时候，那么它很有可能会形成较为独立的行情。那么同样一些国家像欧元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和美元较为同步的，对。和美元，他们的量化宽松的时间点很接近，就欧元略微比美元晚一些，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晚特别多的那么现在是美国先于欧元退出量宽，其实呢也没有早很多因为欧元现在也要退出了，那么可能美元比它早了大概有1年多2年的时间其实也还好，像澳币、像纽币这些品种是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是没有经历过量化宽松的这么一个阶段。实际上我们知道量化宽松是干什么？量化宽松实际上很简单，它是一个为了在市场在底部的时候既不让市场崩盘，同时让市场的这个经济泡沫逐渐的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实际上，越是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没有经历过量化宽松的这种国家，它实际上所积累的经济泡沫会非常的庞大。那经济泡沫当中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经济泡沫当它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首先第一点是房地产市场，第二个是人均收入水平，将这些都是相关性的有相关的，然后第三点是你的信贷的整体性的压力，那这三点现在这些都这几点吧，主要是压垮很多国家的那几件事情房地产、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然后人民的这个信贷的这个压力这几点，想当年日本经济崩盘就是这几点一个是房地产价格过高，一个是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过快，第三个是就是这个人均信贷的压力就是其实现在有几点中国也像。那么澳洲现在也是这样，澳洲的
人均收入水平啊，全世界排在前位。澳洲的房地产价格啊，也是全世界能排到前位的。澳洲的生活成本啊，信贷压力也是能够排到前面的。所以现在澳洲也是有很多的经济泡沫，所以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这个释放的过程啊，去理解就好。所以呢，未来的话，这个美元它的走强或者美元它的这种量化宽松结束以后，到加息，我们知道任何一轮啊美国的经济走强的时候，从来没有。就现在啊，现在有一个市场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认为美元现在走强了以后，它会再次的走弱，那这一点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当然不见得不会有，但实际上从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的。如果你们去看历史啊，你会发现，但凡一个美国的一个增长的经济周期当中，啊，美国的它的整个的利率水平都是从低利率水平到中性利率水平到高利率水平，所以中性就是说可能三左右，但是一般来讲，到了美国经济最顶峰的时期，它的利率通常应该会突破六，啊，甚至在以前的经济就是全球不是一体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利息曾经90都是有过的。啊，所以现在说美元涨到中性利率以后会回归到下跌，这个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啊，就说实际上在未来，啊，它可能会先涨到中性利率，然后呢，啊，这个时候啊，它的整个通胀水平会趋于稳定，但是它是在一个上升周期，那么它的通胀率可能会再次抬高，那这个时候它就需要继续的加息。所以在那个时候，它将对全世界的这个其他国家影响是非常大。所以这个其实你就想，这就是经济周期啊，从美元退出量宽以后，美元走强，到美元达到顶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它的利率水平是最高点的时候，然后它会产生大量的泡沫，那个时候它会崩盘，对吧？那这个过程是市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就要去按照这个规律去参与市场。啊，市场不要说有哪个经济学家说可能2021年、2020年可能美元又要开始，你可能短暂的是可能，啊，短暂的是 OK 的，那长期的，对吧？你不到美元啊突破中性利率，涨到产生经济泡沫的那个时间点，你怎么去让它去破灭？没有泡沫，怎么去破呢？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大概今天就是把这个概念讲讲一些。那么实际上，我是认为管理差不多1.13欧元。我之前也说过，1.16到那边的时候是可能再跌，可能是目标是在1.13。好，到1.13的时候呢，刚好从形态上。啊，也是我要去卖出啊澳币的这个时间点，也是蛮同步的，啊，也是蛮同步的，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啊，包括我今年做多澳币的这个想法当中，也是因为它会产生独立性的行情，啊，我前面就说了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了，没必要，就是你就知道独立性的行情可能会因为哪几点。啊，一个是澳币的需求，一个是通胀可能会抬头，一个是有可能会产生加息的过程，这是一个循环啊，那它可能会有独立性的行情啊，就可以了。那么唯一说一点啊，就是包括英镑，我现在就是觉得就是会不会在澳币之前会有一个比它就是走得快一点上涨的品种会吸引一下市场的目光？我现在觉得英镑是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先说一下几个，我们先说货币的公允值。所谓货币的公允值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一个市场，啊，它在恒定一个货币的一个高与低的时候，我来举个例子啊，说不考虑说大的危机的情况下，那有些货币，我们来假设，比如说像
有些货币啊，它低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买入的想法，因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这个货币它一直在一个某一个价格区间之上，啊，一旦低穿它的时候，其实就市场就会出现有人要去买它的这种感觉，像现在英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像欧元在1.1几。啊，其实我是，略微低了点，啊，略微低了点，啊，那么像啊这个澳币的话呢，啊，其实还是可按照现在还是可以接受，因为过去3年就是在这个区间内，那现在是主要是英镑，像英镑，我觉得它今年是有一点超跌了，到目前为止，就是整个它的运行啊，像运行的话，为什么？就是它其实在。啊，过去来说，啊，漫长的一个结构到1.3以下的位置，啊，其实都是在一个相对较为低的位置，啊，我觉得1.3、1.4，这是英镑在过去啊一个算是一个低位的附近了，所以到1.3以下，啊，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考虑再去目前阶段先不考虑它去做空。不管现在市场说它怎么样，就是这个市场是有一个规律的，像是啊，之前在1.5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话，我说那个时候我记，如果那个阶段有接触过的同学，我应该记得啊，特别是在1.59的时候，我说那个时候它会英镑会一波大的下行啊，可能甚至会跌到1.2附近，那个时候我就说过这个行情，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全其他的货币都下行了很大的幅度，唯独它还对美元啊是美元的1.5倍啊，甚至更多。那当时我就一句话就说了，如果现在按照下跌的空间来讲，那其他货币基本上没下跌空间了，只有英镑有下跌空间，因为当时它英镑的价格很高。那同样一个道理，现在它已经跌到了一个很低的位置，但是说现在它想跌，对吧？毕竟也是很困难，毕竟基本面在哪里摆着啊？两个货币之间的这种价格的长期的这种啊，这种波动值啊，也在这里啊，不是这么容易打破啊，所以尽量现在不要考虑再去啊做多英镑啊，尽量的可以考虑，就是说英镑的单子可以先。了结啊，出场，或者是啊，不再继续的做空它啊。那么如果它出现了拉升，在澳币刚开始拉升的时候，它比澳币涨得凶，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啊，可以看一下。大概其就是它会应该是有一个目光被吸引的过程啊，我觉得是会好一点。好，那基本上就是现在我在等什么，大家都知道。我在等的是一次小规模的微型下跌结构。那走到0.72啊五几，然后下行，我觉得是有可能就在前方两个低点啊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形成一个买入的一个位置啊，你就这个现在就是在等，我并没有是想去进行任何的交易啊，就是在等它整个。形态的确认，包括位置的确认，包括这个空间的确认，啊，而且在之前我说在这个上方这个地方，我觉得澳币这波下跌大概在3%左右啊，那么当3%的话，大概就是两百啊，差不多240到300点之间，那么也就是基本上也是和这个地方是接近的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好，按照我刚才时间推动，可能是明天晚上。其他的品种啊，我觉得暂时，最好先等啊，像美加呀，像原油的话呢，原油的话呢，就是说它在这一侧，我现在不知道它会不会再跌穿这里，但它即使它这个地方走一个后期走一个又是一个上升，为了上升而上升，就是上升的一个通道，它也可能会这样。那今天晚上有 EIA，那它可能会底部又是一个震荡区间，啊，然后再冲上去，
我们可能要做，我是建议是确认好有一个末端的拉升行情，你再去做，我觉得会更好。这个成本确实还是蛮高的，而且现在又到了14、15号，那么到下周的时候又是一个期货的一个就是一个结算日，那这个时候又会有跳空的有可能跳空的这个缺口出现，那这个的话会规避一下看一下大概是这样基本上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其他的每日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它现在实际上就是黄金为主然后黄金如果能够继续的下行，就它还是会走强，但它具体走到哪里我并不清楚，但是我是要等。如果黄金我认为是到一个低点，我就会寻求在每日上去做空，做一种对冲的一种交易，好吧？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你说每日现在算强算弱，其实它在111这个位置上因为你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它的前两天曾经一度跌到日线支撑110，对吧？它又很快回来了，实际上它是在一直在110附近。我觉得它没有变强，没有变弱，就是它现在是一个这个位置，所以它强和弱，就是从日本现在基本面上来讲，就是没法明确的推论，记得吗？我说过，它现在给了一个债券的一个区间，其实就给了一个，你要记住，日本央行给债市的一个负0.1到正0.1的区间，它同时就给了汇率的一个区间，这是一个相等的概念，就它在控制日本的债券市场，同时也就控制了日本的汇率，日元的汇率，这是一个相等的概念。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利于它做趋势性行情包括就是说如果它是冲高以后做空，我也是目标可能会。我觉得在107，如果它真的是冲上去再下跌，那么跌到107，我会考虑就对冲就结束了。因为到107的时候，对冲不管黄金那边会反多少跌，至少这个空间应该已经足够，我觉得黄金反弹的时候带来的这种利润回调已经是足够了，那我就已经要结束这个对冲了。这个后话吧，等到真正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再去说这个事情，好吧？那希望它这两天吧，基本面上有什么新的消息能够出现，要不否则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什么消息可以去解释的，因为市场没有变化趋势依旧在运行今天黄金又对吧？黄金又下挫了，现在最多的时候又接近到1%了现在可能回到这个0.5几因为跌到0.84的时候就跌到0.7了那今天有没有可能性？完全有可能，因为趋势一旦形成，那就是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中间没有人敢去卖出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往下走，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好吧？那大家有什么问题那么可以提一下。那这周的话可以看到，已经跌了2%，那么它已经是从按照这个1366开始已经算是最大的一个下跌的单周了你看这边都没有基本上就是这周是最大的，而且现在还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跌，因为现在1283已经接近到这个点了1180了，对吧？如果破下去，那前期就是1122，那就是说之前未来一个位置1160，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因为1160的时候呢，刚好是澳币可能在低位，然后呢，这个欧元也在1.13这个附近，英镑也是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是超低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建议大家。我会建议吧，到这个地方，如果是真的到1160块附近了，之前你们在什么1200、220这个
一些附近卖出的这个短单啊，就可以考虑平掉啊。然后因为已经有个500点、啊，就可以平掉。平掉以后，等到后面市场明确，啊，哪怕是说就是下跌也穿越这个区间再回来，哪怕是再又回到1160，我觉得啊，我觉得可能又上不去，哪怕再接回来啊，都比啊你又回去好，对吧？就是大概是这样。那样的话，心态会受影响比较大。好了，到时候问题可以分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说的啊，就是耐心等。啊，大家什么问题啊？可以说。油的话，就是说可能是在右侧又开始啊建立一个上行的过程，但是这可能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这种震荡走势，然后最后才上行。啊，之前我记得曾经说过，就是所以我考虑到这个持仓成本的问题，其实就没有打算现在进，啊，没有打算现在进。那么我可能会选择，就你这个过程走完了，我觉得我确认可能这一次如果下探的时候有跌到哪个位置啊买。它后面可能是一个快速的上涨，这个是它，我们就可以忽略掉这些啊持仓成本。否则的话，你每天啊上下的话，这种持仓成本还是太高。我一般持，对，有，我一般持有长单，我会考虑成本。啊，你像去年开始我做空黄金，我都是在考虑持仓成本。你像之前的话，有一些有一些那种交易，它实际上是大概在1周、2周左右的那种交易，那个时候其实成本来讲就可以暂时忽略，对吧？那个时候主要是短期的爆发性的行情。一般来说，现在油应该买入的话是负，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平台，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一般来讲，买入现在任何都是买入商品，卖出美元，你都是要付利息所以这有些平台确实是，那你可以问一下。我因为我一般我在我认知当中是这个认知，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不会。如果说是确认底部的情况下，就算是错过去了，我也会让你们进。像当时像去年这个做空黄金的时候，对吧？就是你不管什么位置都可以做，因为已经如果是我已经确认了会是这个地方已经上去了或者下跌了，对吧？你会当然其实就不差那几十点，现在就是不确认。因为不确认的时候，有末端延伸的行情，对吧？它有时可大可小。而且正常来讲啊，一般大行情啊，我一定要明确讲一下，一般来讲，就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行情啊，位置。当然除了你像今年这个有点特殊，今年是震荡转单边，啊，不是那种极限位置转单边，因为今天上面有一个行情，在大部分实际上它的拐点出现的时间点都是让几乎都是让所有交易者能看见那个时间点，能理解吗？啊，几乎都是能看到，然后呢，啊，市场才。啊，才这个啊才会动，因为你都看到行为，它会产生交易行为，有交易行为才有推动力。就比如说，澳币想从底部上涨啊，它必须形成有反弹做空的力量。那这个时候你选择一个什么凌晨3点，那你的力量从哪里来？那没有这个力量，你怎么推上去？就大概是这样。其实最近哪有高空飞美啊？没有高空飞美，你最近空飞美也都是这啊，它没有明确的特别高的位置可以。你像能反破高点没有？你要做其实这都不是高空啊，都是这种所谓的你要有一个啊追的一个心理。你像这个地方哪有高空啊？你像这种地方，像这个地方我提醒大家可能会跌。那这个地方有人敢空，其实它反弹的空间不是很高，只反弹了跌了可能有200点，反了只有60点啊，这些都不算是，没有，还没到时候。当然，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不考虑这个特别长远的话，这种当然位置可以买，好吧，基本上是这样。我买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是黄金线，对，你好，有一同学去年跟我做黄金，你就像去年1285做对吧？你不算利差，现在也有1000点。但是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因为中间你真的不好切入啊，包括像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什么，这是那个货币啊，这个贸易账比较好切，这种大的下行，因为很难中间是很难切入，实际上，那偶尔都是有风险的。对啊，这个上方现在，你说跌到之前啊，跌到现在这个位置，那你上方这些买入的这些多单呢，就已经有系统性风险了，啊，已经跌穿1200，你买再低，你可能也是1300附近，对吧？你就算不是1300，你下方一点，你这持有2、3个月，你的这个成本也差不多了，6月份。
那就2个月了，对吧？你多端的话，你起码要加成本的话，起码加个6、7块钱，牛币我没有打算买，牛币你自己考虑吧。因为牛币我不认为后面是大涨行情，可以算是调整行情，就是你把纽币和澳币，和澳币分开看吧。就纽币、欧元、英镑，我觉得他们可能后面都算是反弹行情。我认为澳币就是上涨行情，对，不一样。对黄金，如果你看到，因为我不知道它晚上会不会涨上去，就说今天已经跌0.7%了，对吧？但你说今天我真跌了1000，再跌2%左右，这也不是没有，对吧？你像历史上黄金一天跌2%几也有，那如果你自己看见你就平嘛，对吧？这个我这只有，但是概率还是偏低的。如果现在一天跌2、3%，这个可能目前看有点够呛，不见得达到。好像昨天就前天吧，啊，昨天是调整前天的下行，啊，大概是1.5，今天是0.76，啊，再跌1%，可能性还是有的，还是要1170几啊，还是有可能的。好，谢谢大家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今天也没什么，今天其实就是就这个说了1小时的，算是有半小时的废话啊，因为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些东西啊，耐心的等待啊，该持有的单子可以持有。啊，但有些品种我也说了，可能考虑离场。所以现阶段要考虑离场，包括欧元对美元。那现在阶段大跌的，我觉得这个依据很不足啊，因为欧元的基本面，除非它刺激爆发基本面有什么问题，它现在是宽松的退出，要明年要准备加息啊，基本面基本上不像去年一样只是大跌，现在很难。啊，一定要把这个要想清楚。好吧，谢谢大家啊，那我们明天见啊，再见，大家晚安。